2, 3 天空再大我出发起你对我呢喃的情话很动听真的太糟糕刚总又被发现了你居然对我笑电流直击我的脑整个世界都能听见我的心跳我想都没想转身我就跑 3, 2, 1, go 我们是一群小小的羊小小的羊儿都很善良善良的只会在草原上蓝蓝的美美丽 This all night ready不是吧，阿森？墙边的剧痛着心流，却装作心底忙碌后，那？Talking to the moon，放不下的理由，是不是会担心？挑战我是裘佳宁我接受挑战没有裘佳宁就没有我想要的生活戴上了我的饭盆剧情把干饭置换我真的好想3 2 1终于等到了饭店干饭人干饭时间第一个冲向饭店我问他们这个有什么好玩的，他们说美就可以了。三天的长沙之旅结束啦，谢谢大家，我会想你们的哟，谢谢。巴棒巴棒巴
学会了吗？别走开，等你来挑战。如果你能在五分钟之内甩开我的手，我就放你走嘛。但是你永远都甩不开我的手，我不得放你走。祝我们的祖国。我是小妖怪，逍遥又自在，杀人不眨眼，吃人不放盐。美好生活，沟通是治愈孤独最好的方式。关注自闭症群体，让我们用心说爱你。参与用心说爱你话题，一起守护星星的孩子。大家好，我叫朱小八，我现在有点困，我昨晚出去抓鬼了，我现在靠着我就能睡着了。马上就要睡了，我知道你们在看我，所以我要做一个文静的乖宝宝，不能让你们看到我调皮捣蛋的一面。我现在很乖，我很乖，我很优雅，我很文静，是不是？我连吧唧嘴都这么的文静优雅，你们喜欢我吗？我最近在控制体重，我都不爱吃的哟。